先前我们读到礼佛讲光啊，这个世界当中参加这一次法会的有20000人，跟《法华经》一样非常殊胜庄严。这20000人亲近极乐世界，亲近庄严啊，亲闻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。啊，经现在说法这一句是极乐世界现前的状况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原因没有别的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没人讲经说法，道理就在此地啊！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地方、这个世界天天有人讲经说法，居住地球上的人，每一个人天天都听讲经说法，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是48愿成就的，讲经说法维系的，啊，让这种成就永续不衰。啊，就靠这个。啊，我在马来西亚跟华校的校长老师400多人，我跟他们见面做了一次讲演，提出10个教学危险。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教学怎么落实？经现在说法，阿弥陀佛慈悲，肯教啊，大众非常好啊，肯学啊，没有一天放松啊，啊，要为我们做证明。那使我们能升起正心啊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再不怀疑了，真有，确实有啊。为什么慧能大师讲一句话讲得很好？何其万，这个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你要这句话听懂了，你就不会怀疑了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自信生的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自信生的。自信能生万法吗？我们这个世界从哪来？自信生的。没有一法不是自信生的。自信既然能生这个地球，就能生极乐世界，能生我们，就能生阿弥陀佛。这个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还会有怀疑吗？信心坚定了啊，这叫真心。信要愿生，这是发愿的，信欢喜 啊，要爱好啊，喜欢呢、啊？啊，信要就是普通讲喜欢，我喜欢极乐世界，我愿意
往生到那里去。那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生活环境好。啊，好在哪里呢？不必吃饭，不必睡觉，多好啊！吃饭睡觉多麻烦了，耽误多少时间呢？造多少业呀！啊，那个世界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啊，衣服不要洗，啊，也不必洗脸洗澡，你看你多神死，干净吧，没有尘埃呀，啊，生活环境、居住环境、啊，人事环境，人与人都像亲兄弟一样。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妄语的，没有贪心的，没有愚痴的，你多好。啊，学习的环境好，阿弥陀佛天天在教，一时一刻都不离开我们。啊，阿弥陀佛有这个本事，极乐世界有多少人，他就有多少化身。啊，见到化身跟见到真身是一样的，所以阿弥陀佛无量无边身，我们到那边去都感觉到佛亲自教我。这能不成就吗？啊，正心愿生，发菩提心意向转念，这就真干了。啊，这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也是一心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专念阿弥陀佛。